了提升我国研究和创新领域的水平，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门将再次拨出35亿令吉，让国人可以参与和进行更多的研究工作，开拓更多科技发展的可能性。科艺及革新部从2008年推行 MyBrain 十五教育计划以来，这项计划已经资助超过3800项研究计划，当中的275项研究成品已经成功推出市场，带来28亿令吉的收入。副首相丹瑞穆希丁呼吁国内的高等学府必须加强本身的研究领域，善用政府的这项拨款。Menyediakan peran di kami sisi penyelidikan dan pendayaan ruang pengajian di tingkat pasca ijazah, khususnya di bawah program My Brain 15. Muhyiddin 是在吉隆坡出席一项研究学术颁奖典礼时发表谈话，他强调研究员和科学家是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元素，因此科艺及革新部在今年颁发了卓越研究奖给7名研究人员和一家研究公司，以表扬他们对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。